立法院立法委员党部今天上午9:30在立法院议场召开临时党员大会，由常务委员刘宗凡主持。大家曾经为蒋总裁默哀三分钟。常务委员肖天赞曾经在会中报告了列席十届临时全体大会的经过。中央组织工作会主任李焕曾经以上级指导员身份致辞。在今天的会中曾经通过了奉行蒋总裁遗训决议文，同时通过宣言遵行10次临时全会的决议，也决定上殿蒋经国主席表示